我是龙龙的 vlog。 龙龙的 vlog 居然真人化了，你已经很可期了，那你未来再更可期，更可期，更可期，然后写出可歌可泣，可歌可泣的歌，然后你的心一定要完整的留给自己哦。很开心通过这个生魂不息更加了解了老师，也很荣幸我们有了一首合作，希望在未来有更多的合作。你穿那么正经的吗？也祝周深老师未来带给我们更多好的优秀的作品。时代之声是谁？你走开，没有人配合你。走吧，那我们先上电梯，不好意思。龙龙新年好。你新年龙年，龙年对不对？哇，龙年那是你的年呢。他又不属龙啊，他是孙，你自己说。感觉现在是商场开业，你在拍。还有三点水，绿水蒸发。对，我都不想拍了。不是，最后很重要，加去年有好歌给你首唱，好不好？哎呦，必须的，必须的。是龙龙的 vlog。龙龙的 vlog 居然真人化了，对，来吧，你已经很可惜了，那你未来再更可惜，更可惜，更可惜，然后写出可歌可泣，可歌可泣的歌，然后你的心一定要完整的留给自己哦。很开心通过这个生活分析更加了解了老师，也很荣幸我们有这首合作，希望在未来有更多的合作。你穿那么正经的吗？也祝周深老师未来带给我们更多好的优秀作品。时代之声是谁？你走开，没有人配合你。